民进党当局啊，在近期香港事态中啊，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，啊，他们煽风点火啊，推波助澜，与港独势力相勾结，企图搞乱香港啊，破坏一国两制。他们不断借机啊，来攻击污蔑大陆，啊，煽动岛内民粹，制造反中恐中的氛围啊，捞取选举利益。近日啊，更置台湾民众的安全和福祉于不顾。公然邀请港独分子访台，啊，为暴力激进分子提供庇护，让台湾啊成为避罪天堂，为祸台乱台啊打开大门，啊，我们再次啊正告民进党当局啊，立即缩回啊伸向香港的黑手，停止插手香港事务，停止纵容庇护啊暴力激进分子，停止破坏两岸关系的行为。谢谢。更多精彩，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